他人呢？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。走多久了？刚刚走。不会看错了吧？哎，以琛，难道？ 刚刚真是赵默笙。大学时候多单纯，不管以琛多冷漠，多拒人千里，我都可以端着一张笑脸跟前跟后。现在却连说两句话的勇气都没了。上车。 这里不能停车，上车。哎，小航，小航，小航，看见以琛没？他刚出去。哎呦，他咋回事？刚才一女的给他送了个信封，他就冲出去了。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啊。 我想我应该是知道原因。你知道？快说快说。你觉得以琛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啊？冷静、理智、客观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就是他的不冷静、不理智、不客观。你说那女的？他的前女朋友。他有过女朋友？后来这个女的是因为去了美国才跟他分的手。 你是说他被人给甩了？而且啊，还是不辞而别。他到了美国之后，以琛才得到的消息。这件事情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以琛也因此啊颓废了好久，抽烟喝酒都是那个时候学会的。不会吧？怪不得他不近女色呢，原来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。中餐还是西餐？ 中餐，你还会拿筷子吗？你是想要请我吃饭吗？你捡到了我的皮夹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谢谢你。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客气。 吃饭呢，不是，还有赵默笙，刚好遇见了。好，怡美想跟你说话。哦，喂，默笙，琴记的菜很不错，你要多吃些。好啊。 上次见面太仓促，嗯，也有很多外人在，一直也不方便问你。默笙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嗯，挺好的。嗯，那就好。你方便把你的电话给我吗？嗯，我们找个时间单独见一见。哦，19269，4417。 好，我记住了。那再见。嗯，拜拜。
中国灵喜会英雄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拜拜。 刚刚忘了告诉你，关于萧晓的案子，我有一些问题需要当面向你本人求证。明天上午8点到我律所。明天上午我有一个拍摄，那就下午。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记下来。 喂，到了。可是你们律所里面没有人。等一下，进来吧。 你在这等一下，我还有个电话会议要开。久等了。 赵小姐，关于贵杂志社与萧小姐的这次纠纷，作为萧小姐的委托律师，我需要向你问几个问题，请尽可能如实详尽的回答。好。据你提供的资料显示，你毕业于美国。
是的，哪一年去的美国？2004年。具体日期？2004年9月。日期？29号。 去了美国的哪个城市？纽约，我在纽约读书。什么大学？这个资料上面有写。抱歉，请您再重复一遍。 School of Visual Arts。 我英文恐怕不太好，中文名是纽约视觉艺术学校。 鉴于我的孤陋寡闻，请允许我查询一下。不错的学校，全球摄影专业排名前10，的确值得你抛下一切，不远万里的去读。 所以你毕业以后，一直就在纽约从事摄影工作。不，不是。毕业以后，我去了洛杉矶。为什么？这跟合同也有关系吗？我认为有关。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，洛杉矶。 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，在洛杉矶，你就一直从事人物摄影有关的工作。是的。我看过赵小姐的作品集，你曾为很多好莱坞明星和国际名模拍照。嗯。有这么好的工作机会，为什么选择回国？ 为什么选择放弃已经有的事业，回国从头开始？不为什么。下一个问题，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时间。 赵小姐所说的这些，我会让助理一一核实。不过，基于赵小姐所说的情况，我建议贵社尽早做好应诉准备。 那如果更换摄影师呢？抱歉，贵社违约在先，按照合同的规定，我的当事人有权解除合约，并要求赔偿。可是，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，或者我自己赔偿呢？不知道赔偿的金额是多少。我当然知道赵小姐不在乎这点赔偿金，不过。 恐怕这不可以，赵小姐。我想给你个建议。什么？我建议你和萧晓好好聊一聊，毕竟你们是旧友。我想他未必会不念旧情，他的本意也不是想打赢这场官司。 那是什么？你需要问他。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。这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这咸咸的告别。
沿海岸线。